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，现在我要来试吃小菜了。这个是番茄吗？对，剥皮番茄。哦，红萝卜。红萝卜。不是。梅子摸红萝卜。那为什么泡菜要两种？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百香。百香果。我可以用叉子吃吗？好。好了，我来吃了，小弟要来吃了。吃百香果，多点水果。还是木瓜。嗯，好吃。洗一下，我再重新用泡菜。我喜欢吃泡菜。西哥，你要不要吃？哦，不要。吃泡菜。感谢。我现在小菜是什么？豌豆。好吃。毛豆、黑豆、黑木耳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什么？腌萝卜。这两个泡菜有什么不一样？腌素食。哦，真的。哦，我吃的这个是素食的吗？荤的，那我吃素食的看看。这边，味道不一样。超多的。差很多的。我觉得荤的比较好吃，荤的泡菜比较好吃。对啊。谢谢分享。